酱酒口琴啊，不是加钢琴。OK， 加口琴酱酒呢，其实都没有给他，都没有跟他一起配合过这个不管是口琴上还是这个独奏上的一个配合，所以我选择在今天这样对中信来讲这样特别的一个日子里面呢，来做这样子的一个配搭。也希望他在接下去的这个音乐的路程呢，可以更加的美好。OK， 所以。